狂人号又考虑拍第二季无可微克中克大克影片吗？没有问题，我们本片要准备开始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个无氪玩家。哎呀，战力怎么才773万啊？这不烂死啊！哎，有没有你帮忙啊？狂人频道的我都输入过了 ，OPN ABC， 这样怎么提升战力啊？那卡住了。算了算了，等一下去抽角色了。11月1号，台服是地底王嘛？等一下去买黑券，上面还有36张可以买，这算一算之后下个月抽深海王就可以了。诶，啊，怎么有深海王呢？怎么官方又改角色顺序啦？那我的黑券又少存38张，怎么弄啊？每次都破坏我的计划，都规划好了，说什么豪杰可以用很久，一下就不能用，怎么又出战术卡？这怎么玩？没有办法氪金啦，炮兵在家里都快没有了，剩2碗而已。算了算了，之前狂人有说嘛，只要用心培养角色就会很强嘛。角色用了2年了都没办法换。好烦哦！上面协会应援，这一期角色出什么又跟我们没有关系，又买不了，没有钱啊，怎么买啊？超值版都没有钱的超值版，每次都破坏我的规划，弄不出觉醒时我就退坑了啦，不要玩了啦。接下来登场的就是小克的日常生活。11月4号、5号，哎，明天领薪水的嘛。5号，哎，假日，到礼拜一才入账。每日礼包，这 CP 值比较高嘛，33块。我每天买100多钻石，140，一个月可以存4200。这个的话。哎，月底了，月初还没有发薪水，好吧，今天买一个应该还好啦，还撑得住。还一个月的扣打大概3000块嘛，3000除以30，一天100块。今天多买了，明天买少一点。然后这个月 CP 值还有一些要买吗？这福利，刚好明天领薪水了，没关系啊，今天就买了吧。协会应援不买也不行，扫荡可以到90几次，89次、90次。这些重要的买一买，领一领，这钻石就比较够。刚好我也把一绝深海王抽出来了，这10天剩下的时间把它买一买。然后去看一下文章。啊，快4级了！看狂人的频道，之前解说还蛮好的。欢迎中氪玩家。哎，豪杰2绝啦！武器到时候再补一把，返场再补一把，就拿一把。陆服现在角色的每个月都是这样观察一下吗？豪杰2绝，凤凰男2绝，前面都2绝了，大雄眼都2绝。深海王，深海王先1绝好了，观察一下。诶，游戏好像有出战术卡嘛，对不对？刚出战术卡。哦，下班好累。王者挑战先看一下，刷完了吗？有点忘了。买完就好了，红装先升起来啊。诶，文章卡，这买啊，怎么不买？这当然要买啊。好了之后，人血卡再升一升，赶快把战力堆到第一名。现在排行榜在2名，往上堆，3000多积分哦，
下个礼拜再弄到7000积分就好了。紫色、金色。喂，老婆，哎，怎么样？没有哎，我现在打游戏很少花钱的，一个月大概花2000-3000哎。对啊，没有花这么多了，花2000-3000而已啊。嗯，知道了知道了，玩游戏的，消遣而已的，没事的。好了，中氪玩家在商城的一个累计充值金额，也许 maybe 大概长这个样子吧。游戏也出了一阵子嘛，那我们接下来换成大氪玩家。喂，哎，林总，是是是，劳斯莱斯，一台灰的，一台银的嘛，8点就到港口了，是。喂，议员呢？晚会43桌吗？署长也会到是不是？建商那边我有跟他说了，对，还在协调，工程还在进行，我再跟小张讲一下。好，谢谢议员，等一下见。小李，小李，那白色的宾利啊，2020年的那一台，等一下开过来后，今天晚会有2个升上将，竹山的茶叶备一备，一斤13000的，没有限拿16000的30斤，保险柜里面还有，对，那个要给将军的，谢谢谢谢。储值金额100万，代币120几万。哎呀，怎么又有电话来？喂，哎，事务所是，这一期是6700万，比起前一期上一季度又再减了3000万，很好很好，辛苦你辛苦你。好，是是是。香港那13间公司资本额有一间登记错了，实收的金额是9700万，是实收的，实收的，是，对，有补齐了。另外北京6间，对对对，你跟我确定一下。马来西亚12间，缅甸21是，对，越南19，辽国6，没有错。澳大利亚那边先不要登记了，是，我要撤出去。对，那个今年煤矿的生意比较不好，不好意思哈。好，再麻烦你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告一段落。我们演戏好像真的也演够了，大家拜拜。